兩位好，今次咧即係雖然同一部劇啦，大家係咪分開咗拍攝啊？分開㗎，因為我哋三個唔同嘅故事，咁係完全係見唔到對方㗎，因為佢哋喺錄到，我哋喺台北，同埋個時間都係佢哋拍攝。係。Siga 先啦，跟住到我哋啦，跟住就到 Steffi 最後咁。Steffi 會唔會覺得好可惜啊？冇得同女神 Steffi。真心，我講真嘅，真心，我因為一直都真係好想同 Steffi 合作。係咪啊？佢呢個係咪大咯？唔係真係嘅，因為其實之前都有睇好多 Steffi 嘅戲嘅，一直都唔使講嗰啲細細個睇嗰啲㗎啦。唔係我唔係細細路啊，所以你放心。Okay。 係啊，所以希望有機會有冇？即係合作一下咯，祈求大家導演們，咪祈求大家。有啲咩嘅關係啊？咩角色？你問我，梗係佢想佢同阿 wing 調轉角色㗎啦，換手阿 wing 啊！因為我啱啱發現原來 Steffi 中意潛水。啊，係啊，你唔知道啊？係啊，好中意㗎。但係佢驚曬，我可以擔住遮嚟潛水。嚟潛水，佢落到去就唔曬啦。冇，唔會，即係遠距離。吸收經驗啦，確實咗。係啦。係咁，既然 Steffi 中意，會唔會想約埋 Steffi 一齊去潛水？我想嘅，但係佢成日去旅行，所以我驚約佢唔到。咪一齊去咯！哇，嗱嗱聽到啦，有片為證啊，好嘢！Steffi 話想去好凍嘅地方。好凍嘅地方啊！佢都中意。我中意歐洲啊！啱啱去歐洲，我唔怕凍㗎。Steffi 去邊，我跟。係啦。我跟住佢，得唔得㗎？跟住，我跟住啫嘛，唔理佢就唔受啦。我跟住佢㗎咋，純粹。我如果冇危險 ，OK 嘅。係啦，有危險我就出嚟，幫佢頂住，保鏢。帶埋你女朋友。係啦，冇錯。各自喺唔同地方拍攝啦，有冇啲咩好難忘嘅事情發生？好難忘啊！我喺台北拍攝咧，我覺得最難忘嘅地方咧，就係我哋好多時拍攝咧都會遇到垃圾車。因為呢一個垃圾車嘅聲咧，即係唔知你哋知唔知去過台灣應該知啦，即係一個音樂嚟嘅。咁而且佢係定時定候會出現嘅，咁所以咧喺拍攝嘅途中，我哋係會聽過好多好多次。咁而呢一個音樂喺我拍完之後嘅好一段時間咧，都一路停留咗喺我腦海入邊。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令我覺得好難忘嘅嘢。會唔會想教做鈴聲電話鈴聲？其實好想，因為我覺得幾好聽嘅，係揾唔到不過。我難忘就是在那裡認識那邊的朋友，因為潛水關係，因為他們是潛導，即是潛水導遊，他要拍攝的時候他都要有些潛導在這裡，就之後我其實都保持有私底下找他，即是拍攝的那段日子保持找他們偷偷地去潛水，所以都變成好朋友。那邊你的國語有很好非常好我现在有上课哦，国语课哦，要练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别拜吧。他的台语好。我更大一别拜的。哦，净系得呢句，得呢句啫。唔是哦。仲学咗啲咩啊？学啲乜台语？唉，唔讲得噶，有好多嘢咯。迪哥嗰啲台語，嗰啲係台語嚟咩？佢咩語都唔知啦，係嘛？係都有學嘅，一定要學啦呢啲 language 上面，但係就唔方便而家講啦，係咪？想講？想講？或者肥咗咧？真喎。幾遠個塊面幾得意，我覺得自己好 Q 嗰張相。我嗰陣時係上緊榜嘅，都係即係 keep 住上緊榜，因為準備演唱會，咁嗰邊係咁食嘢咯。咁我記得我配翻音嘅時候翻嚟香港啦，前上兩幾個禮拜去香港配音，跟住我話哇咁肥嗰陣時，跟住直情有肚腩仔咁樣啦。跟住之後，但係我覺得係啱嘅，因為我角色係需要咁樣嘅。即係你冇嚟去錄到生活，你仲會練到咁大隻噶嘛？唔會，你唔 make sense 噶嘛？係咪？咁所以係啱啱好咯，嗰個，所以係正嘅，我覺得。我都好希望快啲有啲角色要我增到好肥，咁我就。幾好睇喎！我覺得你呢個樣。聽唔聽到啊？多謝。幾有福氣。係。係啊。好敦厚嘅感覺。係啊，幾好啊！但係 Steph 有冇見到佢操 fit 嘅 body 啊？操 fit 嘅 body 唔係我睇嘅呢啲嘢。我咁嗰啲睇到，有冇好睇啲咧？邊個好睇啲啊？我幾中意呢個。得增肥增，我幾中意呢個樣喎。即刻增。好敦厚
而家開始增肥，唔好再叫我大表哥，個大表肥。嚇？增肥再扮學生，最後控制制。哇！我驚我扮學生你嚇親啫，我有咩所謂啊？唔好啦，唔好啦。首先因為他拍潛水戲，其實那一幕是沒有我，因為是拍阿 Wing 潛水的戲，我首先就說要扭雞要上船，上完船之後他們落去下面潛下去，那個船很無聊的嘛，下一次上來的時候我就問即是潛水的導演，因為他們有攝影師的導演，然後就問可不可以跟著下去，然後結果被我扭雞成功，是可以在旁邊附近，因為其實他要有很多人圍住，因為怕始終都危險嘛，即係始終一個相對上危險啲活動嘅，咁佢都 make sure 我安全。咁落多過去，咁佢又睇多個人。咁但係第二次就都肯俾我落去玩下咁樣。我冇周圍走，我驚阻住佢哋。咁我只係喺即係同其他 crew 一齊側邊望住水底拍攝係點咯。因為你水底冇得出聲噶嘛，好多手勢上面嘅嘢啊。咁就望下原來水底拍攝係咁樣，幾得意嘅。純粹咁嘅啫，分享完畢。17周年，因為原來上年沒有慶祝到，隔了一年，今年是17周年，我覺得 很感動，因為 有一班是即不是全部都17年在這裡，但是大部分都是，我就覺得即可以支持一個人這麼無條件的對我的支持，我覺得是真的很感動，還有看著有一些是真的由小看到大，有一些是由小學開始跟到我，現在是之前看著小學畢業、中學畢業，現在去到博士畢業，我覺得這個過程是令我覺得即很 amazing， 即好像一家人一樣變了。他們有沒有給一些周恆以前的舊相給你看？當然有啦，當然有啦。咁又唔會嘅，我就係咁跟啊。佢有啲係俾我睇翻我第一部戲嗰個樣啦。佢叫我做翻個表情俾佢睇喎。咁我咪做咯。咁但係嗰陣時嗰個樣係即係好包包面，充滿咗骨膠原噶嘛。咁我就都好懷念啲骨膠原嘅，係啊。下年成日禮咪應該再大規模啲咯。仲未諗啊，但係我都想嘅，就係我覺得如果有機會，大家如果真的有時間嘅話，都一定要搞咯。因為我覺得去到呢個十幾年啦，即係每一次都是一個很珍貴的回憶，同埋係值得紀念的一件事嚟嘅。所以我如果18周年，唔知啦，因為我見好多好多人搞，可能是類似一個小型的音樂會咁樣，即係唱幾首歌回饋一下啲歌迷。其實我覺得呢一個方式都幾好咯。咁如果下年有機會可以考慮。仲講話自己係特級 fans 咧，其實大家唔好又係喎。依陣同啲人有緣啦，咁係發生咩事 ？MV 唔睇咯，啲人唔開心。唔係，我就阿 Jeremy 有睇嘅，依陣我信佢都有睇嘅，咁我唔知道其他人有冇睇咯。佢亂笠啫，大家你知道我哋不嬲搣嚟搣去噶啦，係啊。因為我發覺都幾多無聊嘢睇嘅，幾多唔健康嘅嘢睇，我中意啲唔健康嘅，即係例如唔知點解會成日都話祈求優視像出現，就會唔知點解會出現咗喺，即係我唔知佢點樣演算法上面點樣咁樣咯。我都唔係好即係我都係一日一個鋪還好啦，係啊，都冇係咁無時無刻碌住。勁喎，但係我不幸咗，我覺得自己表現得還好，因為我嗰陣時病住嚟跳，所以冇乜力個人。係。補多個咯，係咯。補多個，好窮啊！你知道我哋呢啲低成本製作，係啊。自己跳都平。自己喺台上而家跳，你拍。係啊。冇啦。拍得多又唔好睇啊！喺度咪邀請埋 Stephy。哇！考驗佢啊！冇。冇得㗎我。Dance Challenge， 係啊，難得有呢個機會。我梗係冇所謂啦，佢肯嘅話，我私底下再請教下佢。請教我？請教佢肯唔肯？仲有大表哥係咪？即係有個 show 啊 ！Chill Club 係啊，係啊，竟然可以唱下歌，又幾開心喎！係。你歌手嚟㗎嘛？
一半啦，一半啦，歌手呢個名銜，我有手咯，冇歌咯，係啊，一半啦。有冇啲咩籌備啊？籌備緊啊，籌備其實都是唱翻自己歌啦。咁其實應該有啲 crossover 嘅，咁就應該仲傾緊 rundown。咁就睇下有啲咩玩下咯，即係唔係就咁出嚟，每人唱自己歌就走，應該係有啲唔同同其他歌手嘅配合，咁所以就到時再睇下咯，期待一下。未知啊，係啊，我想邊個啊 ？Nancy 咯，靚女嘛。你咁快就？我亂嚇？咁 Steffy 唔喺個 show 入面咋？喺？我仲會揀其他人。哎呀，嚇！咁嘅原來你咁好甜笑啊！最近嘅學費啦、骨折啦、曬錢啦，係喎。跟感情老師學戲，係啊。有咩分享嘅事？好勁咯，佢哋同埋，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想有個，因為我始終唔係嗰啲學院派出身啊嘛。咁其實都係一路學一路拍一路學，即係在職訓練啊，人稱係啦。咁而家嘅機會相對又冇以前多啦，咁緊要。咁所以咪得閒就報啲真係㗎，感情老師講㗎，在職訓練。咁咪報啲長期嘅課程。我其實真係報之前，我諗過去台灣讀三個月添，直情係本身。但係跟住嚴重制止我啦，經理人上面係啦。咁我順便諗住練埋國語啊嘛。但係可惜，咁咁啱又俾我見到金城老師有半年嘅課程，咁啊即刻報。但係其實我有啲慚愧嘅，即係我唔係想足曬嘅，係因為之前演唱會加走 tour， 我係成日都未必去到，但係都已經學到好多嘢，所以我希望九月佢再有新一期再補課咯，到時。Yeah， thanks， 感謝。